已经闻到了一股潮湿之气从里面涌出来的味道哎！我来到了妈祖爸爸坑道，久仰大名。哇，看一下，游客要小心。哇，这真的太惊人了！嗨，嗨。你看，这真的太惊人了，八八坑道哎！我今天啊，跟着赖瑟珍会长，现在要叫他理事长，来到马祖，其实外面出大太阳，你看这个是教场。马祖老酒存放区，其实在金门也有哦。哎，这里出现了岔路，出现了岔路，我们要怎么走呢？哎，这里是高粱的。哎，会长亲自导览。哎，它真的是山壁耶。这边因为它的温度跟湿度非常适合存放那个酒，所以这个马祖这几年他们的成高在世界很多的酒类的比赛都有得奖，都得奖非常有名。哦，这边有基本的资料，这都是窖藏，大区95年。哎，我闻到了酒的味道哎，然后哎，我给大家拍准一下。我现在在录影，你看，转转转转转，哇！对，他其实马祖成高这几年哈，他都有参加世界的酒类比赛，都有得奖。那个马祖的老酒，就空气中有味道啊。还有他最大的特色，空气中有味道。特色是，都滴出来了。几乎家家户户都喝一点酒。因为这边的天气够，对，它的那个温度够，所以他们都有私酿的酒，他酒入菜都是用他自己酿的老酒来入菜，所以每家人都味道都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我们要酿红糟酒，你知道那个温度就是要这种。然后我们这边参观完了以后，今天中午用还有小黄，对啊，现在都不见了，看到没有，真的是在山里面打造一个酿酒厂。在这个路口。跟大家介绍那个马祖日报的那个吴先生，他沿途都会跟着我们，他要做报道。对，啊，因为马祖日报是。那我们在这边得到一张这样子，好。有没有很有趣啊？有没有很有趣？自拍给大家看，在马祖酒厂里面玩耍。可惜没有酒票。我好色我。我们的第一站。现场吗？不是，在自拍，所以很高兴啊。所以不是现场，没有直播，我怕 WiFi 连不上。哦，好潮湿哦，八八坑道，不知道嗨什么，第一站就这么嗨。第一站先请你。